东西 baby sorry I'm turning up turn up 怎么当跟着 turn up on the city oh turn up 怎么办 turn up turn up 我真的忘记了拜拜哦、oh, 继续不要下去继续 oh, oh, hold up man hold up come on Lucy bye come on 我也是就是一直觉得说他很努力我觉得他也很想要就是就像迪莱刚刚说他很想要表现他自己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他的东西也就也还蛮新的对啊对啊 对, 啊对我觉得他想要就是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直接就是这样子走掉 it's like can't do that man Lucy pie对上女生派得起来吗？哎、欸，我觉得不能把她当女孩子，这她是巾帼英雄 ，Margin Boo。我从一开始我们互相交流 demo， 我就觉得她是很棒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她在这个环节就已经对上我了。那这个结局就是，哎、欸、呦 ，Margin 会把你吃干 ，Margin， you know， imagine that、oh.。哇、wow, ，很凶很凶，全力以赴， yeah. 准备下场让 Margin 见鬼啦！贺龙得分。This, yeah, yeah. Fresh and fresh, 这个挑战真的太小。看面对乱眼面如我，你还抬着。这场人气太大，请你多帮忙，回到我第二个家。三立电视台 ，TUT 是秒变，我都气度不用惭愧罪。刚刚好遇到我，恭喜哎。恭喜拜拜 ，Sorry， I'm turning up， turn up 怎么当？跟着 turn up on the city， oh turn up 怎么办？ turn up turn up， 我真的忘记了，拜拜。哦，继续，不要下去，继续。Oh, oh, hold up, man, hold up. Come on, Lucy, bye. Come on, man. No, 继续 ，Come on, Lucy, Lucy, bye. Oh no, come on, man.好、oh, 不要这样子 ，Oh man！ 我也是，就是一直觉得说他很努力，我觉得他也很想要，就是就像迪莱刚刚说，他很想要表现他自己。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他的东西也就也还蛮新的。对啊。对，我觉得他想要就是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直接就是这样子走掉 ，It's like can't do that man。从第一集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露西派的压力真的，我不知道谁给他的。那我觉得他就是今天过后，他应该要。好好想通这一点，就是不要背负那么大的压力，不用背负那么大的压力。他是有很多技巧，有很多音乐上面的想法。